把我带回了阔别四年的故乡，开始了我新的戎马生涯。充满幻想的孩提时代，富有青春的少年时光，就像这车窗外即使掠过的树影、村庄，还未等我看清他们，就匆匆地飞逝而去。留在我脑海中的，只有一些扑朔迷离般的幻影。啊，湖南，我童年的伙伴，青年时的朋友。你行啊，这一上大学就是三四年，可我还是个大头兵。大头兵怎么了？毕业以后我也当大头兵，咱们在一起工作不是更好吗？哎，哎，快走吧。哎呀，飞了。哎，你看。给我哦，我等着你。还真考上了啊！总算没白熬夜呀、啊。放下。放下。人家又不是想学他。看你那个懒散样子。光想当坦克专家，边境都放不下你了，是吧？
等过几天我一走啊，看你还凶谁。走，当不好坦克兵，哪儿也别想去。爸，爸，那爸，你别生气呀。大学不要上了。哎，怎么，你不是同意我考的吗？那是一年前，可现在。现在我也没给你丢脸呢，军事训练，我哪项科目不是？都是优秀，对吧？那当然了。可你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坦克兵啊。反正，大学我还要上。我不批准。这几天，你心里有话也不跟人家说，总拿人家出气。要是我妈妈还在，你妈妈在，她也会支持我的。你大概还记得吧？他在临牺牲前，曾经对人家说：“告诉我的孩子，长大了让他做一个对祖国有用的人。”妈妈的话，我不会忘记的。可现在你也知道，在我们的广西和云南边境，越南都干了些什么。这就是今天的越南当局。那我们也不能光挨打不还手啊。不，忍耐到了极限就要还击。我懂了，爸爸。孩子，我相信你不会辜负你妈妈的遗愿。爸爸，孩子，归队吧。
解放军叔叔，准确度还不错嘛，孩子，孩子，孩子，小英子，孩子，你们出了什么事儿？怎么了，小英子？小英子，小英子，爷爷，他们干嘛要打我们呢？孩子，孩子，妈妈，小英子，孩子，医生，我们正在田间劳动。有一个社员他想了敌人埋下的地雷。有两个人当场就扎死了。我的腿。送手术室抢救。这帮狗杂种，他们不是人，是强盗。老大爷，冷静点，冷静点。我能冷静吗？在光天化日之下，大白天他们就来抢，我能没有气吗？他在边界放牛，过了十几个越南兵，像狼一样抢牛。老大爷去阻拦，他们把他推倒，就把牛抢走了。老大爷赶到边境线上，他们用石头打在老大爷的脸上。这一伙强盗，他们要把我打死，消灭罪证。可是我老头子命大，没有死。他们把我眼睛打瞎了，可他们罪行抹不掉。我要向全世界说，他们是强盗，强盗。对，要向全世界说。送武官科。医生，
有个小学教师住在哪个病房啊？哦，你跟我来。哎，就在这儿。今天感觉怎么样了？好多了。你看，有人来看你来了。老师。大爷，谢谢您。大爷，那位解放军的伤怎么样了？哪个解放军？老农的儿子，虎南。虎南？嗯。小伙子很勇敢，他是在抢救小英时负的伤。啊，小英负伤了。嗯，小英被敌人打死了。冷静些，冷静些，别这样。别这样。医生，请求你代我给那位解放军同志写封感谢信。好，我写，我一定写。啊，田大夫，院部通知你马上到前方野战医院报到。好，我马上就去。这是啥时候啊？还有心画画？我是炮长，这仗不让打，画还不让画呀？嘿嘿，你还真有两下子啊！哎，你车长，你快看，还挺像你。画的挺像。小怀，实现一个人的理想，要是能像你画张画这么容易，那就好了。理想。温小坏，你咋呼什么嘛？人家这……温小坏，给你提点意见，你的画光有大楼没有书，不中。我说大老包，这一幅画哪能把什么都画进去呢？再说人家小坏还没画完呢。哎，你就认识树？你那个绿画和四画沾不上边。哎，谁说不沾边？打比方说，咱们国家像个大姑娘，越长越俊俏。可要是没有头发呢？你想想看，哪够多难看啊。大老包真有你的。虎南，听见没有？大老包在这说相声呢。他呀，为剪刀车的事儿正伤脑筋呢，啥也听不见。来吧，同志们。好，来吧。在我边境挑衅的敌人，总部设在本考。打狼就得掏狼窝。上级的决心是从这里突破，直捅狼窝，拿下本考。这一仗的关键是堪松隧道。军党委决定集中使用一个坦克团的兵力，从这里直插七门公路，这样就大大的缩短了夺占堪松隧道的路程，为我军围歼奔考的敌人争取了时间。在这次任务中，各兵种要加强协同作战，一定要保证胜利的完成任务。这个任务我们连包了，回去我们团党委研究一下吧。哥俩叫开阵了啊。这
真美呀。哎，你听到了吗？什么？你听，好像是纺织娘。哎，可惜不能把她声音画进去。你想些什么呀？开始，开始。小画家，这才叫美呢！把这火光和爆炸的声音都画进去，那该多好啊！哎，你这是干啥？我在构思一幅画。哎，看来啊，你还真想当个画家呢！啊，准备战斗！准备战斗！南疆，南疆，我是南疆一号，幺洞幺，执行。
新令三，我步兵分队正向敌人纵深发展。军长，我炮兵阵地已向前转移。这扇门开得好，通报表扬他们。是。参谋长，坦克团进到什么位置？坦克团穿插速度很快，已接近了公路。008一直是尖刀车。接坦克团团长。是。南江，南江一号。喂，南江，喂，南江一号，我是703，你们要直插四号桥，密切注意隧道方向。哎，张参谋，坦克团到了什么地方？坦克团已经上了公路。哦。小岗。哎，首长，您该吃点东西了。田静，参谋长把你安排到指挥所来。你这参战的愿望总算实现了，该满意了吧？不过，能像他那样就好了。他？他是谁呀？还能有谁？虎南呗。你跟他不一样，你父母就留下你一个呀。那，您身边不也就虎南一个吗？这是祖国的需要。祖国的需要。703，刘铁团长跟你通话。703，我是南江。我是703。尖刀车008在公路上发现敌人装甲车一辆。你们要想办法抓个活情报回来。是。坦克，自己的这种坦克还是几年前中国给我们的。八一，快快给总部发报，快！总部，发现中国坦克。你409连长，可死不掉这身屁。车长，这家伙我见过。怎么搞？哎呀，快点！快来，下车，快，快点！下来，下来，把大米卸下来吧。电动车轱辘底下，快点！快点，快点！干什么？想不起来了。这几年被你们忘掉的东西太多了。笑个屁！幸亏你当了俘虏，要不然苦都没你的份儿。再往前，你就知道我们的厉害了。有苏联冰雹式反坦克导弹组成的火力网，你们就是会飞，也休想前进一步。哎，到了那个时候，你们就成一串了。起来，你们快点把他送到指挥所去。好，走，快点。团长，前面山崖口发现敌人反坦克炮阵地，我们立刻组织火力。刘刚，你们要拔掉眼前这颗钉子，争取时间尽快通过四号桥直插隧道，
我明白。半小时以内，我们争取干掉他。俘虏的供词和敌情通报是一致的。对，我们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。好，可刘铁的路很难走啊。小哥，你准备一下，指挥所立即向前转移。好，前面见。前面见。小哥，到。怎么，你还想到前边去啊？我前边的困难多得很，后边也需要人嘛，留在后头吧。啊，703，你坐在后边吧，后边安全些。我还是坐我的老位置，我用不着你们给我挡子弹。魏大爷，您身体还不错嘛？哎，还行，往前走，这一路啊，我都熟。那就好。慢些。老伟哥，要当心呐！啊，老农是你呀、啊！不要紧，我这东西啊，能打狼。前面见，前面见，再见，哎，再见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找个隐秘的地方，把车停一下。啊，703，你首长，这都是我的错，雨衣是我借给他的。首长，就带他去吧。一对无组织无纪律，还搞个伪装。你批评、处分我都可以，反正我不下去。这是打仗，不是逛马路。我是小田儿，你又是个女同志。女同志怎么了？女同志就不能到前线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说越往前走越危险。那，你就不怕虎南更危险？703，在山垭口发现敌人反坦克武器向我射击，目标在山垭口左200米处，请求炮火支援。好，我命令炮兵协同你们，打开这条路。小鬼，要注意隐蔽，接炮兵。首长，卧倒。怎么样，小鬼？首长，没有伤着哪儿吧？啊，没事儿。哎，小耿，没伤着吧？没有。啊。哎，小耿，你一点也不害怕？炮声一响，啥都忘了。哎，你真了不起。差远了，等打完这一仗，兴许出息点儿。
李车，指导员，我们和你一起战斗。这里危险，服从命令。快，快！是。团长，我发现了敌人反坦克炮阵地，请求前卫连激活射击。你负了重伤，马上撤下来到后面抢救。我请求前卫连按照我车弹着点激活射击。南疆注意，距离1000，目标我车火炮弹着点射击。尖刀车爆炸，道路受阻，正在排除。人员怎么样？就是指导员负了重伤。是刘刚吗？他怎么会在尖刀车上？008呢？008履带被炸毁，变成了后卫。派一个救护组把刘刚同志抢救下来。救护组有。参谋长，我也去。你703，我以一个战士的身份请求，给我这次机会吧。你随救护组坐指挥所的装甲运输车一块儿去。是。照顾他一下。703，我把008换下来是考虑虎南腿上的伤。我明白。可是在最危险的时候，或者说当一个边防军副军长的儿子应该上去的时候，你却让自己的亲人替换了他。看来这种行动是无私的，可是你却忘了战争需要我们怎么做。008担任尖刀是党委的决定，在人民的需要面前，我们应尽的义务都是一样的。008注意，现在我命令你们担任穿插分队的尖刀，一定要在18时以前先敌占领勘丰隧道。008明白，008明白，请首长放心，我们誓死完成任务。胡子，全速前进。是。
危险，进来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这样不行。哎呀，你看，指挥部医生。嗨，这咋整啊？对，是个军医。对，是个女同志。是，立即下车，这是703的命令，下车。啊，那他怎么办？快下车，胡子，田军医在车上，快停车让他下去。船长，敌人火力太猛，出击太危险了。703，703，全军都在跟着008前进，不要因为我。703，703，敌人炮火很激烈，田军医他请求留在车上。我是703，军医可以留在车上，你们要迅速向4号桥推进，越快越好。是。榴弹，目标正前方，敌人严重火力点，距离500米，好，放，出动，好，军医同志，你是我们008车上的第5名成员，给。车长，我行吗？嗯。怎么样？中。虎子，咱们这个集体正式增加1名成员，是一位医生。好啊。非常欢迎啊。3辆车通过4号桥。703，急电。敌工兵部队已从奔城出发，向堪松隧道移动。你部务于18时前占领和控制这一咽喉要道，保证总攻顺利进行。命令他们执行第二方案，按时占领隧道，要随时和我取得联系。好。008注意，703命令你们按时占领隧道。008明白，008明白。什么？009010中弹起火。009010中弹起火，只剩下008一台车。是不是把情况
向指挥部报告一下。再重的担子，我们自己挑起来。嗯，不能动摇指挥部的决心。好，参谋长，命令：一，周桥部队火速跟上来。是。二，不能让机械化绊住我们的后腿，步兵下车，沿小路，向勘通隧道穿插。好。三，指挥要靠前，立即向四号桥头转移。小刚，到。走啊。首长，前面山垭口被敌营火力封锁，不能通过，请你们靠边隐蔽一下。不管他，开车。不能开车。四号桥断了，部队上不去，我不到前面去怎么行啊？嗯，开车。首长，不能开车。情况这么急，你捣的什么乱呢？前面危险，我是执行警卫员的职责。我问你，我不了解前面情况，怎么指挥？那，要把你这个指挥员打掉了，怎么指挥？你胡闹吗？不管你怎么说，就是不能开车。我命令你走开。首长，跟着你，保护你。这是党组织交给我的任务，只有我们的支部才有权撤换我。那你说怎么办吧？有办法，你等着我。703，你千万别走啊！这样吧，这段路我从沟里穿过去。哎。已经过去了。糟了！快开！车呀、啊！小刚，别生气了，快上车吧！啊，以后啊，
你爱干啥就干啥，反正我也管不了你。我是急呀，小葛，前边的情况非常严重，你懂吗？你没伤着吧？没有，走，快上车吧。水温太高，无法高速前进，坚持。自救器材着火，王立方，你代理车长。不，你留下，你是指挥员，怎么犯糊涂？报告703，前面道路堵塞得很厉害，真没办法。你是？报告，汽车团团长赵仁石。好，我就要你这个赵团长。走，你兼沿线交通总指挥，负责疏通道路。这我怕人家不听我的，怕拨弄不开呀。拨弄不开，没有调度就没有路，路是机械化开进的生命线。拨给他一部电台，一辆摩托车，传我的命令，沿线所有车辆统一由赵团长指挥。是。命令所有车辆称单行，一律靠右。是。凡是打坏了的车辆都把它推下去。这需要多少时间呢？最快得个把小时吧。什么？后面周桥部队马上就到，我限你20分钟之内必须把路打开，执行吧。是。
小肖，后边招降部队马上就上来了，你快起开，来，退车。离开松隧道还有多少公里？15公里，快，加速！703，703，我们已经占领了隧道。对，现在敌人有一个营的兵力在向我们进攻，请求炮火支援。好，全军指战员向你们致敬，炮火立即支援你们。703，根据敌情通报，奔城守敌派出坦克部队向隧道运动。008，008，注意，你们要密切注意敌人坦克。是，密切注意敌人坦克，再坚持半小时。是，清点弹药，一发破甲弹，两发榴弹，一共3发。虎子，下车占领前方有利地形。是。我走。
疼吗？战前的伤。真没想到，我们在这儿见面了。还记得我送你上大学的情景吗？嗯。这回咱们在这儿上大学了。你看，特殊的大学呀，不光有我，还有你。嗯。这是对我们年轻一代人的考试。哎，你怎么到这儿来了？啊？我啊。啊。我是混过来的。混过来的。敌人坦克。车长，敌人坦克。长江三号注意，长江三号注意，敌人坦克距离我300米，250米，200米，开炮！击中了目标。喂喂，吴一怀，离车。车长，车长，喊什么？怎么回事？只剩下一发破甲弹了，怎么办？你看这是什么？炸药。敌人能炸毁四号桥，堵我们的路，我们也回敬他一家伙。车长，看见了没有？把小桥炸掉。离大部队到来的时间还有20分钟，就这样干吧，车长。胡子，胡子，不，工兵这行当我干过，我比你有经验。我去掩护你。我去。都去坦克不要了。虎南掩护我。是。必要时，把008炸掉。这是电台密语文件，到了关键时刻，你知道怎么处理？无法看清敌人目标，等敌人坦克到了烂汽车跟前，你就喊他。好啊，哎，小怀准备。车长，
就看这一炮了。打！哎呀！车长，车长，你桥墩上引爆，已经来不及了。车长，这不行啊！你快走！不，背我要把你背回去。你快给我离开！车长，虎子。我不是在命令你，我是在请你回去。我把最重的担子交给你了，你懂吗，我的好兄弟？车长，车长，回车长，一定要找回湖南。不行，我们谁也不能离开这儿。你跟零零八什么关系？普通成员。小怀，现在我们谁也不能离开阵地。我要去找湖南去，别人不管，我管。你，我。我也是湖南的亲人呐，战友们都牺牲了，可是我还活着，我不能这么活着。回来，你放，你湖南啊，湖南，湖南，胡子，湖南。现在该执行车长的命令了，炸毁零零八，小怀，把谜语本烧掉吧。是。现在我们没有炮弹了，唯一能战斗的就是我这一腔热血和零零八的钢铁身躯。告诉爸爸，湖南没有给他丢脸，后要说的话都在这封信上。坚强些。嗯，给我找点水喝好吗？
车长。大老炮。小坏。再见了，零零八，告别了，零零八。亲爱的爸爸，战争使我懂得了您平时对我的严厉，是为了培养我对祖国的忠诚。这种爱是深刻永远的，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。我从我的战友李义良、包连发和文小怀他们身上，也感到我们这一代人是有希望的。如果您还有什么忧虑的话，那就请您放心吧。我们都有自己的愿望和理想，但是只有热爱祖国的人，这些才是闪光的东西。假如我们有人牺牲了，那就留给活着的人们去实现吧。感谢你们，你们没有辜负人民的嘱托。湖南和车长，他们尽到了自己的职责。这是湖南的心。爸爸，我和田静深深地相爱着，我相信他会理解，活着和死
都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爱情也是一样的。当您读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不可能再回到您的身边了。他就是您的孩子，好爸爸，收下他做您的亲女儿吧。